次的展覽的來源呢，其實呢是在三四年前呢，就是這個的文物博物館和我們呢在個介紹之下呢，是認識了國家博物館之後呢，就相同呢雙方面呢會互做一個展覽，就是在這三四年前開始大家都有興趣的。大概上在年半前呢，中國博物館呢就派了副館長啊，有些的 curator 的人呢過來，我們呢就會提在這個的多倫多啊，和在這個渥太華啦，周圍呢去看一些的博物館。我呢就本身我是從事這個行業，這個故宮同埋文物的鑑定啊、買賣啊，做了幾十年啦。咁我對於呢方面呢，我自己本身就好有興趣啦。咁我哋因為累積咗咁多年經驗，咁我好多時呢就幫啲人每方面做呢個鑑定嘅工作。我哋今次嘅晚宴呢就係喺4月22號喺會議展覽中心舉行。我們預計應該有大概800人出席，我們籌款目標是25萬。今次的主題就是長江三河，因為我們去年有一班朋友有個文化之旅去過長江三河。